关于他的出生，早就有许多美好的预言。鸠摩罗什的母亲齐婆是一位美丽聪明的公主，在她的身体上生有一颗红色的痣。人们传说她将生育一位智者，因此西域各国的贵族都希望娶她为妻。但基瓦等待的却不是这些平庸的贵族。于是有一天，当一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出现的时候，秋瓷的国王知道他将是基瓦的丈夫。在基瓦怀孕的时候，有一天她突然能讲天竺语。国王请来本国大罗汉破解其中的原因。大罗汉向国王祝贺，基瓦腹中的孩子乃是舍利佛的转世。公元343年，鸠摩罗什降生在了西域的秋瓷。在那个时代，这里分布着几十个国家。听高僧讲法是贵族们的特权。大型的寺院分布在绿洲之中，僧人们按照戒律每3个月在不同的寺院居住。国王开凿巨大的洞窟，邀请世界各地的工匠描绘佛经上的故事。但是这个时候的秋瓷还不是佛学的中心，所以在罗什8岁的时候，母亲带着他远行来到了印度北方最著名的佛学中心济宾。
罗什阅读着各种经典，在一般的僧人看来，外道经典不能沾染，而少年罗什并不在意。在沙罗国里，人们传颂着这位神异少年，国王都要把他视为上宾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位青年学者来到了罗什身边，他是西域的贵族，年轻的王子须耶里苏摩。在返回秋瓷的路上，年轻的鸠摩罗什战胜了所有外道论敌，越是靠近秋瓷，他的威望就越高。当回到家乡的时候，鸠摩罗什已经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，国王出城迎接，鲜花铺满了道路。这一天成为秋瓷百姓的节日。在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，他可以正式出家，受比丘戒律。国王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。此后的许多年里，在塔里木河畔，克孜尔寺院成为西域大乘佛法的中心。人们竞相传颂大乘的思想。贵族拜伏在地，让他从身体上走过，步上讲坛，以此为莫大的荣幸。那一年，两位东土的和尚远行西域求取佛经，他们见到了鸠摩罗什，于是关于神僧的故事开始在中原流传。也是那个时候，远在东方的长安，中国皇帝的新官看到夜晚的天空有巨星彻夜照耀着西方的分野，
预言将有智者入辅中国。东方的帝国正在崛起，皇帝苻坚要恢复汉朝的版图，他派遣大将吕光率领70,000铁骑扫荡西域，一心要得到被西域视为珍宝的神僧鸠摩罗什。西域36国无法阻挡强大的军队，鸠兹国王逃向西方，鸠摩罗什成为吕光的俘虏。征服西域的吕光却不能识别真正的宝藏，20,000匹骆驼拉回抢夺的财宝，却对高僧鸠摩罗什百般凌辱。这次战争历时了4年，中原已经沧海桑田。苻坚的帝国尚未征服天下就已经瓦解，回归中原的吕光在姑臧建立了后梁政权。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17年，东传佛法的脚步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，恰如上天创造的机会，给了罗什17年时间掌握中国语言，了解中国文化。
法师的到来惊动了全国，一场建在了逍遥园。逍遥园面对的归峰，恰似释迦牟尼初传法语的灵鹫山。鸠摩罗什相信这是佛祖的指点，于是在这里修建草堂寺。各地的僧人涌向草堂寺，通往长安的官道上满是年轻的学子。归峰下遍布几十座寺院，五千僧俗跟随鸠摩罗什学习佛法，抄录的佛经于是流传大江南北。转眼鸠摩罗什在中华译经已经12年，忽如一夜
远方有神咒召唤。鸠摩罗什知道，已经是离开的时候了。